好，各位观众真的是不得了了，现在的票数呢越炒越高诶，我昨天将3800万还是4000万卖出去了，然后卖出去我马上要把它转卖，然后马上又你看又得手了这些钱，然后但是我又把它卖掉了，我一下又卖4000，诶，像我觉得你像大概520了吧，那520现在还没有卖出，哈。来了来了，我们等下会去一个人的家哈，安全挂解啊，记得。好，所以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那个的那个好了，等等啊。哦，你看销售现在炒到3800，天哪！啊，我销售卖5200哎，可是我预计它会涨价啦。哦，我不知道什么矿物质卖不出去哦。有人这个有内销是不是？就是偷销是不是？来，详情家的校服背包鞋，那这个目前价格是多少？你们参考一下。啊，不过我们可以得知是销售现在已经炒得很高了耶。哦。新家的校服背包鞋，记得爱洗澡了给我。唉，家是谁家？秋喵和秋喵。我真要去别人家，结果就宕机了。人家洗。哦，秋喵，你家好干净哦。而且有一堆制作器，那像这边有一只独角兽，很多的胡萝卜鸡，就这样子咯。